你为什么想要学跳舞嘞？我觉得很酷。我觉得你跳得特别棒，你可以歇一会儿，然后回去找妈妈。我叫余文乐，今年11岁。余文乐。嗯。好，给舅舅们跳一个。安全措施要做好哦。如果你记得的话，我们是2016年猴年春晚的，他们是那些猴子，我是那个黑帽警长。黑帽警长。下一位，小蘑菇你好，你可以你来一下吗？小蘑菇上过美国的电视专访吗？没想到他居然也来参加了。他是你的老师啊？那我先看你的表演好不好？哇哦，他居然对到拍，知道哪边要卡点，哪边要顿，哪边要 pop， 真的让我惊艳到。你要不要喝水？啊，好可爱！老师，你教他教几年了？一年吧。一年，他跳一年半而已。他刚跳一年多。刚跳两年。刚跳一年多跳这样？对，他 freestyle 冠军呢，少儿。freestyle 冠军呢？跳舞是为了啥？跳舞是为对你的心态很好。你对大家说跳舞就是什么？跳舞就是为了玩。哦，很好。我看到这么多小朋友，就是我让我觉得有点太不可思议。他们都很强大，我觉得未来都是他们的世界。孩子们的欢乐似乎无法感染寒宫街道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这里依然没有人晋级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是 CP 组。OK。介绍吧。啊，我叫周，来自深圳。啊，你好。我是阿星。好，来。情侣吗？情侣。情侣啊。对。是他跳的不好还是你跳的不好？都跳的好。如果你们俩要分开的话可以吗？哇，哈哈，挑事儿啊。这好是一个人生问题。可以吗？可能只会给一个吧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叫张俊学。OK。12058，你好。我们是一对情侣。情侣。万一要二选一的话，那我肯定希望他，因为他肯定机会更多一点，我就陪他就可以了。我比较想选韩庚吧。我认定罗志祥啊，别人我不认识啊。音乐。
西瓜，你等一下。那我肯定希望他急，因为他肯定机会更多一点。Sorry， 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感谢。你待定。待定，还有希望，没关系。还是不想努力。奋斗，努力。哦，暴走。那我就加油吧，我试试看。OK， 下一个。你好，我叫阿伟，我来自大连。哎，你好。走走走走，什么东西回家？好难呐！这样的不防毛巾，就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。我真的没看懂，我觉得要不然就直接脱胎换直接进阶，这样等待真的很难受啊！我觉得待定是最难受的，无限的等待。是啊，而且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其实我一直在说啊，就是舞者啊，我希望更多是在舞台上，我要怎么去打动，去。但是我觉得更多要跟观众更多的交流。